我现在恐高好像好了一点。我看见了吗？太浩湖。Karen， 再来一个，你滑石屋。小白帽。你把柜子吃掉。哦，没事，我也很久没了。Oh my god！ 你看前面，我看着呢。可以。我跟 Karen 来买 Dutch Bro 了，我们的最爱。你的最爱是什么？我的最爱 Double Torture。你看他就是一个很自虐的人，他不仅喜欢 Torture， 还喜欢 Double Torture。Double 的 Torture， Double 的 Happiness。然后我的是 Annihilator。这个队伍好长哦，要等到什么时候？ What do you want? Can I get a Dragon Slayer small light ice?Karen, can you grab my bag? Wow, 我的重杯好大杯。对。Dutch Bro， 你觉得好喝吗？掉了。好喝，你的好喝吗？我还可以，嗯，今天掉了一次。文雅，好久不见。我们好像是像卖鞋的一样，就是去滑个雪，带了四双鞋，三个人。好啦，出发。最好吃的韩餐，我来了。你想吃什么？我应该想吃一个顺带狗。We have the fried chicken, and then the awesome bulgogi, and then one chicken.Can I keep this one? Thank you. Why do you want to keep it? Sundaekguk? Are you sharing? Yeah, we're sharing that as well. Yeah. Okay. Yeah, can we have three small bowls?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辛苦你了，没事，我喜欢开车。行了，拐弯，走起。这个我觉得绕倒了。我要定在这儿，不动。Spent all of our time outside all day.Doing whatever we got away. Didn't need a wall to build a new space. Every moment just came together like two feet hanging in the water. A few trees stood a little taller. New breeze feels so good. Can't help but remind me that it was a good day.But just stay around. Yeah, it was a good day. I'm so glad the sun stayed around. Yeah, it was a good day. Not much to do, but just stay around. Yeah, it was a good day. I'm so glad the sun stayed around.
们酒店的房间，感觉还不错。人家，哎，这么巧也在。对啊，这么巧你也在。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外面的风景怎么样？啊，没有什么风景。咖啡机可以当热水器用，可以当热水器用。他说他。是在这儿。那边。对啊，我觉得，但我觉得一个小时滑应该可以吧，一个小时应该差不多。对的。金主爸爸来帮我买滑冰的票。这位金主爸爸，你等一下帮我买什么？你不帮我买东西吗？没钱。那你走开。我觉得我进去了，我没法给他再拍了。啊，滑冰呢，最忌讳的就是手牵手，为什么呢？因为摔一个，不摔两个，是吧？啊！再来一个，你滑十五，Karen 的滑，刹车表演。小白帽，来吃 burger， 三个人冻成狗在这里，寒风中等我们的 take out。下到来刚好就要来，今天还没吃上就已经想明天吃什么了吗？对的，因为毕竟要人要往前看，是吧？是的，那我们后天吃什么？后天一大早的。太冷了，终于走到酒店了，我的妈呀！非常推荐这家酒店，就是里面装修很好，然后就是 staff 也很 friendly， 细节什么做的都很好。好了，我们要去吃饭了。我们也太惨了，没有椅子坐，站着吃，只能站着吃，跪着吃。你要跪着吃吗？我跪不起。我要拍一个。这个 sweet potato tots 好好吃。是吗？嗯，我已经吃好几个了。哇，你能不能站这个角落？你们俩为什么都走了？好温暖哦。嗯。啊！我刚刚就来这里。Onion rings 太好吃了，这种肥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好吃？我觉得我的脸已经圆了。你拿叉子吃没有灵魂。
不想用脏水。你看，我说什么？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咋了？把 Lucy 瘦的太吃 burger 了。嗯。Oh my gosh！太厚了。我摸不到下一个面包。你家别人。天哪 ，Oh my！这怎么有这么多歪意放吗？来看一下，哦天，啊我的 cheese 粘上去了。把它扒下来吃。看这个 burger， 我想 salad 巨好吃。这 burger 比我的脸还大。那 salad 它给的还很不错哎。嗯，这家。嗯，你把柜子吃的。哦，妈累死了。这怎么吃？我天，我嘴那么小，妈呀！撑到极限。看这个 avocado， 真的是太粗犷了。怎么后面换了？嗯，不要卡夫呢？看了这个 pesto。啊，它里面有 pesto？ Yeah。What kind of burger is that？ Mix has like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再压一下。走你。好吃。为什么 burger 这么好吃？好大个！对啊，我比你的大。嗯。嗯。感觉我啥酱都没有，点淡。你会蘸什么水？会有点油味就好。这是地上吃的，你看看，对吧？没有座位，我们就只有那个，没有椅子，对吧？超惨！你看我们的房间，一个凳子都没有。有一个凳子，但是给了我的书包坐。嗯。十一点了，我在改我的 cover letter。这个人在刷什么 ？B 站。刷 B 站，然后对面那位朋友在弄他的 nighttime skincare routine， 好惨呀！我茶水装备 ready， 先走路像个企鹅，人也太多了。终于快排到我们了，太重了。我们坐上缆车了，我现在心情非常的紧张，我的啊妈呀，要吐出啊！哎，他会一下跳出去。对，毕竟我在新加坡是坐个妈呀，我在新加坡坐个三次缆车，他也没有跳啊。坐飞机不也？我坐飞机没事，因为它不是 ocean。我们俩好靠嘛。哦，这个还好，这个还好。就它的那个缓冲的，不是因为它这个不是很高，你知道吗？我怕那种特别高的。好有意思。我现在恐高好像好了一点。这个还好，这个不是很高，所以我还 OK。你就是很怕底下会很深的那种。对对对。你应该在录一下我现在有多么的平静。我现在坐缆车非常的平静哦。等一下可以看到整个湖了。哇哦，这个好。看见了吗？太后湖。耶！往上一点点就可以看到了。哇！看到头顶。录一下它在晃哦。风好大哟，这个缆车它在左右摇摆。原来坐缆车要这么久哦，嗯，这是我这辈子坐过的最长的缆车，真的，真的，好艰辛啊！我们给大家
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雪，非常的好。我们现在在 Nevada side， 然后等一下要去那边 Big Easy。Hello， 我坐了缆车，我睁着眼睛坐了缆车，虽然你也看不到我的眼睛。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对啊，这个很快。他为什么老撞树林 ？Karen。来一家越南粉店吃饭，被告知他们15分钟后就要关门，结果人家就是因为我们想单应，但是他们要关门了，所以送了我们3杯饮料，还给我们打了折，太好了。第三天早上要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昨天晚上下雪了，我们三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看了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也真是醉了。于是我找酒店借了把刷子，开始了疯狂扫雪。